你们有没有人想去那个商场看一眼？那我陪你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好漂亮的云啊！对，我就觉得今天，你回头看，红色的。这快到了。快到了。今天就要降到最高点。好。站在最高点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好漂亮，太美了，是我最喜欢的紫水寺了。把手机放下来，对，背对着。颜色一点在变哈，云海，而且你能看到那边应该是个，是不是就是郴州啊？郴州市，星星点点的那种，应该是城市的小微弱的灯光。前两天走的那个朋友，你跟他也很熟吧？我好难过。他入这行跟我多多少少有点关系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听他说过跟你关系很好。我最早跟他一起玩的时候，他是一直想跟我拍戏，从第一部戏开始，从那部刘和平的那个，就刘烨演那个戏，对，他就想让我上，我当时恰好断了脚，上不了，上不了。是的，很多时候他就是跟你没有什么缘分。哎，结果没想到临他去之前都没合作成。特别的难过，唉，好脆弱呀。Gotta keep that fire burning night and day. Tell me how else will we ever get? 这辈子总是会错过很多，但是只要你还在这条路上，继续努力着，早晚还是会。肯定。就是我就是要开心的，就是快乐最重要。就这点，所以就是要开心，开心无罪的。是啊。放假啦！今天我们得开最后一个葫芦。哦，对哈，还有个葫芦呢。嗯。你到底许了什么愿望？应该不会是太难的，我没许什么太难的地方。这个好吓人。不着急，慢点走。走得像个小老太太。石板路弄得走了一点都不潇洒。哇哦，好漂亮！Morning. 我们今天要开一个葫芦哈，别忘了。你今天要开吗？要开啊。哦哦，葫芦。
我们那个菜都凉了吧？对，那我们开餐吧。来吧，吃饭了。希望。好的。走吧。这是给我的信。各位合伙人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为中餐厅的辛苦付出。今天请大家品尝郴州最地道的美食，郴品、郴味、郴心、郴意。走遍五大洲，最美有郴州。请大家好好谢谢为我们提供这顿美食的营养合伙人郴农高钙牛奶哦。谢谢营养合伙人，来夸一夸我们的营养合伙人好不好？嗯，我先来啊。每包郴农高钙牛奶有375毫克的钙哦，富含维生素 D 哦。一天两包就能满足成人正常饮食之外一日钙的所需哦。是的，我们每天早起一杯，忙完再来一杯，让浓浓营养、浓浓美味守护我们的每一天，也把它浓浓的爱意传递到更多的地方、更多的家庭。来，浓浓营养，浓浓美味。谢谢。好喝，好喝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吃饭了。哇。这绝对是一只5年的公鸡。为什么它老吗？肉？对，你看它的肌肉，这大概有几斤？这只鸡肯定有7-8斤呢。我们那个时候抓的才不到3斤半。这种大公鸡的话，它其实它很瘦，阉公鸡它才肥，知道吧？你在学什么？阉公鸡它才肥。肥是什么意思啊？肥，吃了一点肥，就是干嘛？肥，肥啊，肥棒。我去把最后一个葫芦拿过来。好。你到底许了什么愿望？应该不会是太难的，我没许什么太难的。好贵啊！啊！有点太大了。贵啊！一颗头上五个瓜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兄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你叫吧。刚刚叫，看来葫芦收了你。我先预言一下，它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。